因为我知道淳真姐是花系列非常当红的导，所以等一下希望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等一下可以跟淳真姐有张合照。瑶瑶很棒哈、哦，是今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的得主，而且还是台南女神呢。我刚在后台我才知道她还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儿，跟你站在一起，荣幸荣幸哦。我听说淳真姐好像有个好消息，因为知道你好像已经有十一年没有站在荧光幕前。对，十一年。那今天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宣布让大家知道一下？休息了十一年，戏剧还是我的最爱，所以我准备再出发了。你要再重新？是的。再给我们看第二朵太阳花吗？所以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淑娟姐在那个淑娟姐在没有我不行，我看到淑娟姐我们俩现在太正则了，因为很紧张。我那时候是太阳花的粉丝，那你那时候是吗？那时候还没出生嘛，你十一年前嘛，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那你有印象吗？有同一起有印象吗？嗯，哦，有印象。那淑娟姐可以透露一下之后要演什么吗？一切都还在筹划当中。筹划当中，秘密。但是我们有机会即将看到淑娟姐在这个我们3D 戏剧作品中演出啦。是的。实在是个好消息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要颁两个奖项，一个是最佳婆妈跟最佳师奶杀手。对，这些呢都是我以往的好朋友、好同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2013华剧大赏最佳婆妈奖入围的有柯淑琴，美味的想念。你外面风太大一包了啦，越大包越小了。大全集弯弯阿姨就是青幼的妈妈啦。方文琳，你的想念。你让我抱抱你吧。不应该永远不顾想去爱，一起来太快，痛着醒过来，受伤才明白。王娟，真爱黑白配。你知道吗？董明珠得奖的时候，都是我生一个世界宇宙超级乐观的陈亮亮。杨丽英，就是要你爱上我。这个特别跟人家不一样的优点，让每天都笑眯眯的，知不知道？嗯。你看，李知琴，幸福选择题。得奖者是柯淑琴。美味的想念，柯淑琴所饰演的翁子霸又想见了万年，为了生活被金钱斤斤计较，表演方式奔放而驾轻就熟，将刀子口豆腐心的传统母亲角色表达真实而贴切，展现多次入围电视金钟奖的精湛演技。又让我再拿一次奖，谢谢三立给我这个舞台，让我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还有刚刚在后台闹了个笑话，瑶瑶站出来，我刚居然对着瑶瑶说，我有胸部啊。